这两天可能这一段时间吧，就没有上节目，他们就说又开始这个意淫啊，说什么我们跟七哥怎么翻了脸了，完了分析这分析那，是吧？说我们又是没有饭吃了什么的，以他们所有共产党的这些教育里底下里边，他们只认一个钱字，他们认为我们俩是因为钱，所有东西啊，你看他们委内这帮孙子就是。所有出来的都是说啊，跟他们翻脸了，是因为被七哥骗了钱了啊，被这个骗了，被怎么了？就是没有钱了，骗他们全都是只有一个钱字，对他们来讲没有说所有的正义啊、善良啊、公道啊，人还有点追求啊，是吧？信仰啊，没有，对他们来讲是钱让我们要不好，要不就翻脸，是一个这个概念啊。这帮孙子这没办法，共产党体制里面就是这样。